学，我们现在来给同学哈、哦，刚才他们在唱的曲目有两个，一个是什么？阳光宅男。宅男。另一个呢？分手快乐。分手快乐，最近的歌都很奇怪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写的不是是水手怕水，对不对？就写那个水手的，啊，这水手为什么会怕水呢？当然分手为什么快乐？可是我觉得小孩子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们都还没有牵手，怎么会分手呢？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分手会快乐啊，可是他们还唱的还蛮不错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现在他们要当宅男，可是刚才你们在鼓掌的时候，你们都鼓，我要现在让你们看一下，我喊一二三四，你们要帮我打二跟四哦，好不好？来看你会打对吗？我们来看，我们先请三年级来先，三年级的同学来打，我喊一二三来一，哎，小一就打了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。三四一，哎，你看，发现很多人奇怪的哦。一二三男一，哎，王医生，你们为什么就打了？一二三四一，哎，哎，田心你又打了，你看我，你看这个就是你们都没有训练过，打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，王医生，二三四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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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三四，来这里我们来给你们看一下，看我们这边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一二三来一三一。啊，水饺的声音好多哦，像水饺的一大堆，我不常请六年起来试试看，你们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为什么六年起这么准？为什么？因为年纪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谢谢，来，哦，你看苏老师也打得很认真，我们老师都会打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来三年级再试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来换你们，一二三四，王，好，那我们从让我们乘着阳光那里开始，好不好？那让我们乘着阳光的时候，一二三，让我们的这时候要打下去 ，OK。来，你鼓劲，你们来看，有没有自信的人来打哦？好，很有自信的来借你一个鼓，哼，不能说好。这个来自于西班牙的灵鼓，这是我用泡面去换的。我那时候没有办法送你的东西，我东西都送完了，我就说用泡面跟他换。请你好好帮我珍惜好，这是我个人的财产。来，这个还有，这是意大利的灵鼓。这个打出来又不一样的，来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好，来呗。可是等一下你可以快一点吗？我们让我们嗨一点，好不好？他们感觉太慢了，来，你好，我好了，来，那个我们请你来送好了，好吧？送蛋糕一下，好不好？有小蛋糕，好，大蛋糕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随便你，你高兴给谁就谁。你有小手吗？有啊。那就给他小手给他。你要小的还是大的？哦，还要给他选择，真好，真是善良的大手啊。如果是你，我两个都给他。是哦。那会更善良啊。啊，这个没有坏掉。这个你鼓掌，一二三四 ，OK， 来。不要乱讲，坏掉了。等一下，总公司会来维修啊。来，准备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哦。我们看后面的就好，因为要加课的人。好、哦，对。等一下，哎，音不准。一，一二三。让我们乘着阳光的大地，看看那个大地。可是呢，
他们都好像没有合在一起了。然后再次一，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画格来顶，让你们这段结束了。好，再次哦。1 2 3Thank you.